站来吃皇家肉燥饭。还要从那边过去，我觉得那蛮有趣。吃完皇家肉燥饭，要来评分。一、二、三，3.5，我三分。我们来评价刚刚的大肠。一、二、三，真的。这个人居然带了2台相机，这个是用好玩卡就可以兑换的茶跟琥珀糖，它的是一个绿色的小叶子，很可爱。然后这是红蝶，我点了一个小金鱼的和果子，超可爱的。有东西吗？有一点点红豆，很多的红豆。它里面长这样，是红豆馅。有吗？那可以进去了。我不敢进去。天气超好，这里面超多冰耶，各种。他吃绿豆的，吃芋头。哦，这个很奶，我觉得这就是很传统的味道。对，我们现在 call out。那谢谢大家。Hello。现在是美国时间半夜1:14，你是不是在偷坏坏？你是说在偷坏坏？我相机它没电。我们刚从奥兹底站下来，要去转搭轻轨，要去下一个点。对。他是在轻轨的某一站下车。
刚刚划完卡换到两张门票，然后是所有展览都可以参观。Alexa's dreaming now, drifting off my couch. We walked down the street, she's walked a thousand times.本次企划来探班了， yeah, 他带着饮料 来，对，我们的高级的实习生，哇，欸、超赞，快拿快拿。你觉得怎么样？第一大的好一点，好重啊！第一大的台湾都看遍了，可以来这里看看美国。哦，对啊，我也觉得，我觉得飞越美国比看见台湾有趣。有趣，因为台湾走遍了。对对，而且看见台湾的那个景，感觉就是中央山脉，然后飞越美国，它就一直换州，一直换点，这样。都地图有点假。好、哦，对对对，最后一幕有点假，但我觉得还蛮好玩，而且还会一直喷水。Some days I can't get out of my bed. Some days I'm waking up on the wrong side of my head. And I got all these eyes on me. 我们来高流馆这边，有海洋派对，这边有蜜柑跟嘎波，然后这边有提供嘎波跟蜜柑联名的明信片。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到我的影片底下留言，可以抽奖，有六个名额。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赖歌手。大家好，我今天我是创作歌手杰斯敏。不会弹吉他，好，先放回去。大家可以来这边，有免费的吉他可以弹。音控师，音控师。OK， 好，再不然再唱一次。那个可以用肚子发音的。不错不错，我觉得唱得很好。OK。我要准备上台拍了。我们看起来超不会的。我要发疯。怎样是好听的吗？这次找了耶，高雄流行音乐展。还有。也许只是陪伴，就在这欧阳里面。我们刚刚看完那个流行音乐展之后，就在这外面一直聊天。他们两个现在变很熟了，我一开始还担心说会不会很尴尬，结果他们两个现在就是聊得很起来。才刚认识几小时？对，才刚认识两小时。两小时就熟了。对，我们在高流外面听街头艺人唱歌，然后旁边有市集，很 chill 哦。但可以再凉一点。哦，对，有点闷。我们现在来到好玩卡的其中一个景点——梦时代的摩天轮。现在高雄在下大暴雨。我们三个突然就搭了有种很可怜的感觉，感觉不能搭摩天轮的天气，搭摩天轮。对，你看那边下面大，现在怎么不掉？但我们刚搭没什么雨，那个进我们的，今天留下来，计划成功，好，就是看起来我没有默契。我们晚餐来吃梦时代的这家叫什么？
杏子猪排。杏子猪排。一二三，哎，都四分吗？有五分。No one seems to hold me like you do. 我们现在要搭上渡轮。没去过西京。对。在场只有我。对，只有这个高雄人去过。今天就交给他带路。Even the dark, they still see light. Even the birds still sing at night. Every word just comes out right when I'm with you, with you.I feel so lucky I met you and I still can't believe that I get to see those eyes for more than tonight. Swear you must have fell from the sky and I feel so lucky. 他来吃这个奇肉咧，里面是有蛋。熊，熊，为什么？消灾解厄桶，拜拜。鸡，为什么？熊，哎，鸡耶！哎，为什么？我知道我是熊。两个番薯碰，一个北藤贵。两个番薯是什么？买了好像蛮有名的番薯碰，他吃北藤贵，好吃吗？好吃。超好吃，超好吃。那你觉得番薯碰好吃吗？巨无霸地瓜球，巨无霸地瓜球。好，我来吃吃。我觉得蛮好喝的，不会太甜。我点的是荆棘柠檬，他买到太奶了。太奶，我们兵分三路买饮料，他买太奶，我买爱玉，他买什么仙草本人。我们三个觉得太热，所以就找了一间冷气开放。我们现在三个已经吃饱喝足，然后我们要去骑脚踏车，要来这间借租脚踏车，就它是跟好玩卡有合作的，然后它是可以免费骑三个小时这样。哦，这样最快。对，沿着海边这样绕一圈，最远到风车公园。嗯，到。我们现在租到脚踏车，要准备出发了。Go go。哇，好漂亮！现在来到了海边，超级热门。我们现在来到奇经的贝壳馆，需要有冷气。对，需要有冷气。走，我们现在跑来贝壳馆看贝壳，其实主要是吹冷气，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现在来到了神奇海螺，上个连下车都不下车。这间叫有煎冰铺，客人。我们刚骑完脚踏车，现在来吃冰。他点综合的，然后吃面茶，点芒果冰。
雪好了，再怎么看都没有共舞池啊，没有反正他等一下要去面试了，然后他把好玩卡交接给我们的捷运实习生。好，拜拜。拜拜。面试加油！我现在跑来博尔艺术特区这边，今天有市集，这三个展都可以看。刚换到了两张这边的全日套票，然后有三个展可以看。两天之旅的最后一餐，来吃鸭肉蒸。传说中的鸭肉，还以为吃不到了。对啊，我们鸭线来。幸运。一二三，这个完全不需要犹豫。这次的高雄二日游都是使用这张高雄好好玩打狗逛逛卡，在影片里面我都简称它叫好玩卡。好玩卡是什么呢？它就是包含48小时交通跟21个旅游景点体验的一个套票。那它的交通部分就是包含捷运、轻轨、公车、客运，可以无限次搭乘。那渡轮就是可以搭两次来回这样。那 U-Bike 是前30分钟免费。这个卡要在哪里购买呢？如果你是搭高铁来的旅客，你可以到捷运左营站的旅游服务台购买。那如果是国际旅客的话，可以到高雄国际机场的捷运站，里面有合作店家也可以购买。另外，美丽岛捷运站、博尔大勇仓库、iRide 飞行剧院的柜台都可以买到这张好玩卡。那如果想要网购的话，也可以到高捷市集的网站上面购买。好玩卡有分两个优惠价，电子版是990元，实体卡片是1090元。这张卡很适合对高雄不熟悉的旅客，它里面包含了21个景点，非常丰富，可以就亲朋好友一起来使用。这张卡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的资讯栏看看。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拜拜。